不会吧？为什么选的是射灯，还是有这么多网友踩坑了？那是因为你筒灯射灯傻傻分不清，把筒灯当射灯。别看两个外形差不多，装出来的效果可是天壤之别。筒灯光源分散，像走廊、过道这种地方就选筒灯；射灯光源聚集，像背景墙、挂画、摆件上方就选射灯。另外，射灯的光束角有15度、24度和38度的，如果背景墙上方选24度，出来的效果是最棒的。买的时候注意，这种透明的是射灯，磨砂面的是筒灯。我当时就差点踩坑了，你们可千万别忘了。抖音。